马上买一段水。回来的时候，在飞机上都没喝到水。那我也吃早餐吃很多了，然后就胖了，胖多少？有数字吗？我不太确定，因为出去前我就认真。他早餐是很好吃，我有感觉到我有吃比较多。早餐没有啊，但可能因为我有多买零食，晚餐加宵夜好像有点太多。打起来通常比较不会有压力，但是一打波川我又不是很确定，打越少我越没把握。双败打波五的话，小组我没有把握，我还没有小组输过。小组双败我真的没有输过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现在在力气吗 ？Good morning, ladies and gentlemen. This is patient announcement. 46C, 46C, Mr. 反正该赢的就是会赢，该输就是会输。If you hear announcement, please come in.睡姿，对啊，睡得挺好的吗？你睡得挺好的吗？我看你扭来扭去呢。没有啦，因为睡得很好。大概都是一到两部电影可以全程睡眠。你第二部看的是什么？第一部是蜡笔小新啊。第二部王者变身。他蜡笔小新好看吗？两部都蛮普通的。五年大概出国了，应该至少40次。这是大哥的行李箱，大哥说现在需要什么？我要行李箱，谢谢，感谢干爹。那等下干嘛？完了，不然怎样？这怎么有点硬？你觉得太硬吗？你要不然拖沙发吗？刚刚刚练状况如何？身体状况如何？我有什么感觉？这都差不多，差不多。如果糖粉水饺都行。好，长粉走。干嘛？怎么了？好便宜哦！我去完欧洲回来，觉得这价格也太便宜了。就用手指就好了。你可以一边念着英文，一边用手指，就一定不会有问题。OK， 烤串，炫蘑菇。在欧洲在吃的时候，他那个英文有的根本看不懂，重点是他菜单的英文也根本就是完全不清楚。那美国的菜单，它有时候下面会有英文的注解啊，但欧洲就比较少。1:30，你有打算要练到什么时候吗？还没有想过。早餐券你要明天用掉吗？如果有起来的话，有起来就可以跟镜头前的朋友们说声拜晚安的吗？晚安。13还要调，不要太晚。